啊。我想请问一个如何把球拉低的，就我想请问一个如何把球拉低的，拉低一点，对，是吧？好，几岁了？12岁，你几岁了？我也十二。啊，12岁，看看看看，打。好的，来你来，刘霞，我看看。好球，好球，好球。再来啊！下旋了啊！下旋了啊！下旋了，不行。上旋没问题，应该说，对吧？下旋了，哎，好，转不转了？转不转了？转不转了？对不对？他，你看，哎，转不转了啊？转不转了？哎，转不转？这个球啊，拉得高不高啊？你还是要啊，摩擦以后看准了，看准了判断，啊，好吧，来，你们两个拉球啊，这个动作都可以，啊，挺好。现在就是一个判断，这个球啊，这里的手指手腕这里还要有一点，对吧？这个判断里面。接触球厚一点，拉到后面太空，啊，这个小孩呢更那个点，好吧，再打两个，来换，啊，好，哎，空了，你看，这里没有摩擦，哎，再厚一点，哎，好，你再来啊，再厚一点手指。好，哎，来，这个手指要磨得厚一点，厚厚的磨，像拉下眼球一样，摩擦厚一点啊，上眼球也要摩擦厚，上眼球也是这样摩擦厚，你看啊，上眼球你当下眼球拉，上眼球当下眼球拉，再退后一点，转，拉转，哎，对吧？这个手指，哎，抓板这里出来，啊，这个脚，哎，对吧？大拇指这样，哎，这个力，你看，哎，这个力要，对吧？也是，哦，好一点，哎，好的，你看下一球怎么办？下一球也这样，好的。好，再拉半个圆圈，哎，对吧？这里，球啊，靠近手心一点，你看这样磨，哎，磨啊，对吧？这个力，对吧？你呢？对，这个手指这样练的，这个手指啊，哎，平时练的，哎。对，这个里，对吧？哎，这个里厚，好，哎，对，拉的球，你先，哎，你看这个点，拉的球都乱七八糟，哎，拉到这个点，你看在中心点，你看你这也有，这里，对吧？厚了，来磨，哎，对，捏紧，大拇指捏紧，大拇指跟这个手指，三个手指，这三个，这里稍微放松点，哎，来磨，起来，哎，对，起来，啊，这个力，
啊，这里啊，哎，好，哎，慢一点好了，慢一点，不要快。对，好，哎，好的，对，哎，再厚一点，厚一点啊，哎，板头不要进来，打开一点，哎，稍微打开一点，不要这样走吗？手腕走，手指，好的，哎，好，对对对，先慢一点，不要快啊，这两个好好的，哎，哎，好一点，哎，好，很好，谢谢，啊。谢谢，打乒乓球很好的，练练练练啊，好吧，加油啊！